伦敦近十年嚟大都阔斧咁颁布咗多项区域升级计划，呢个唔单止带俾喺呢度生活嘅人无可匹敌嘅便利，亦为投资者赢得更广阔嘅升值空间。其中位于伦敦市中心以东泰晤士河以南嘅泰晤士米敦，以89.7磅投资，占地约200英亩改建计划，成为伦敦最大嘅再生区之一。区域内万众瞩目嘅新盘奔湖生态活力社区 Sourcemere 就坐落喺呢度。项目操盘方 Peabody 为泰晤士米敦制定嘅大型区域升级计划，目标系将呢度嘅人口提升至约100,000，并配套新建约20,000套住宅。届时公共区域、交通网络、配套设施等将进行全方位升级。此外，有伊丽莎白线全力加持嘅 Sourcemere 未来将同伦敦新金融城中心区域联系得越发紧密。预计2022年开通之后，从项目步行10分钟内嘅 Abbey Wood 站，11分钟就可以抵达金丝雀码头，17分钟直达伦敦老金融城利物浦街。从项目到伦敦嘅知名高校亦将10分便捷，包括伦敦都会大学、伦敦大学学院、伦敦国王学院、格林尼治大学，搭乘伊丽莎白线都可以喺半个小时以内抵达。整个泰晤士米敦坐拥240公顷公园、5个湖畔、30,000株树等生态自然环境，生活喺呢度每日都可以同大自然零距离接触。对于当地居民，想要保持积极嘅生活方式，并唔系一件难事。而爱运动嘅你，可以选择 Tamsmere Leisure Centre 或者系 Sporting Club。未来泰晤士米敦基于佢广阔嘅水域，仲规划新建一处帆船俱乐部。多元化的运动方式让当地居民的生活更加健康。同时泰晤士米敦当地还有很多本土活动，譬如一年一度的 Light Up 在这里举行活动，将本地和国际艺术家聚集在一起，创造一系列和光有关的艺术品。项目最大的亮点之一就是紧挨泰晤士米敦的中心 Sourcemere 湖。作为高端湖景住宅，项目提供1居室、2居室、3居室可选，每套房都可以享受到私人户外空间。在未来，业主在社区里面可以享受的配套还有 Sainsbury's 超市、图书馆、医疗点、青年社区中心、餐厅、游泳池、咖啡馆、托儿所等，满足生活中的各种需求。除了专业礼宾服务之外， Sourcemere 还为住户提供24小时保安服务，亦为在家办公需求的业主配备了会议室和私人办公间。一人门映入眼帘的是开阔的客厅，大量的木质和布艺元素吸引一种温馨感，这个是接待家人和朋友的完美空间。项目的卧室亦十分重视采光细节，巧妙地将室内外的氛围取得完美平衡。柔软的地毡、内置磨砂玻璃衣柜和颇具设计感的吊坠顶灯，都让卧室成为了一处宁静的绿洲。值得一提的是， Sourcemere 的所有公寓都可以享受到私人户外空间，从这里你可以欣赏湖景和周边大片的绿植，偶然逃避日常生活的喧嚣，取得生活中的和谐。居住在这里的体验，堪称繁华都市里面的桃源秘境。